聊过了，我们以后要开启新的篇章，我要马不停蹄的等一下离开城堡，先回去收拾东西先，我东西我不要了，收拾东西先。我就成都啊，一起穿哪套？一起来，一起来，成都。不行了，就是比我还厉害呢。不行了，不行了。你说的好，加油，加油。不要再撑腰，不要再撑腰了，没有了，愿世界再无撑腰，好吗？我要往上冲，别冲啊，别冲啊！啊，我要往上冲了，我要往上冲了，冲了！我要冲他的三千，我要和平精英了。我怎么开始带路了？我要去哪里呀？不知道，不知道。那你就往前走吧。欢迎叶桃上台。你对于今天，或者是你对于过去，你内心让你感触最深的，这个感谢所有人的话，我在发言的时候就说过了。然后我现在就加一句，我要感谢赛文格。我之所以最后决定来参加《创造1020》，就是因为他坚持不懈的说服了我。在这里也挑战了自我，然后就认识到了什么呢？认识到了什么呢？认识到了我短发其实也还可以。认识这么多好朋友，其实我觉得是。非常难得的一件事情，就哪怕我没有拿到名次都不虚此行的事情，但拿到名次是更好的啦。对，我们会加油，让你们看到我们能骄傲地说，哎，那是以前我们待过的。然后我还想感谢那些曾经鼓励过我的人，让我成长了很多，也自信了很多。我们今天可能在创造营结束了一段旅程，但是未来我们还要继续努力。你们可能没想到我可能在这里，对吧？因为从第一次我来这里，我真的不会说中文。但是我想谢谢第一导演相信我，对，然后我想谢谢我的老板选择我来这里，真的很感动，很开心。大家在一起三个月，就是其实有了很大的感情。我觉得可能人生只有这么一次，以后回想起来还是会起鸡皮疙瘩的那种感觉。其实就是很感谢公司和我妈妈支持我来到这里。总之我成长了，然后以后也会继续成长的。棒，实在是棒，无话说。哇哈哈，哇，还可以啊。